年人将迎来自己的新家。4月26日，在丰台科技园东区3期1516到53地块，多方代表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。奠基仪式正式开始。凯普林光电董事长陈小华站在这里，我也感到非常的激动。过去20年，我们一直在流浪，今天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家。感谢丰台这块创业的热土，也要感谢丰台政府和北京市的高精尖用地政策对我们的支持和关心，这样就能够创造出更多的这个经济价值，也为丰台的倍增计划做出更多的贡献。陈小华与嘉宾手握金铲，挥锹垒土，共建美好。光立方，破土启航。